大家好，我是 Apache IoTDB 的 PMC 张Jin-rui，很荣幸能够通过这次 Apache Con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工业物联网时序数据库 Apache IoTDB。首先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Apache IoTDB 这个项目的发展历程。在2011年，清华团队的成员呢开始接触工业物联网项目，并且开启了海量机器数据管理方案的探索。在2016年，清华团队进入了自研期。在2016年的3月，提出了时序数据文件格式 TS-File，并开始了 IoTDB 的开发。2018年呢，IoTDB 项目进入了 Apache 基金会孵化，并于2020年毕业，成为了 Apache 的顶级项目。好，下面我们来详细看一下 Apache IoTDB 这个产品。Apache IoTDB 项目呢，主要由数据库引擎、实际数据文件格式以及其周边的配套分析引擎组成。其中呢，数据库引擎提供了命令行 session、原生读写接口等交互方式，并可以与 Grafana 等可视化的平台呢进行连接。IoTDB 呢，底层使用了 TS-File 作为其原生的文件存储格式，并提供针对 TS-File 的这个文件读写接口。当然，它也可以与当前的许多大数据平台，比如说 Hive、Spark 这些呢进行集成，从而执行一些数据分析的任务。在这个系统部署方面呢，Apache IoTDB 提供了多种灵活的这个部署方案，这个包括这个单机的部署、边缘协同部署、双核部署以及分布式部署。不同的部署方案呢，它们都具有这个不同的特点。比如说呢，这个单机部署具有这个部署简单、运行稳定的特点；分布式部署呢，具有拓展性强、性能高这样的一个特点。那么这个 Apache IoTDB 是怎么来管理时序数据的呢？在此之前，我还是想先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什么是时间序列数据。时间序列数据呢，它这个简称为时序数据。它指的就是按时间顺序记录的数据列，在工业物联网当中呢，机器设备、传感器呢都会实时产生这个海量的时序数据，也占到了这个工业数据的很大的一个主体。比如说下面这个表格给的一个例子，某个设备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呢，按照一定的频率产生了许多的测点，那这些呢就形成了这个时序数据。好，那来到这个 IoTDB 的这个数据模型的介绍这边呢，我们可能会有这个几个概念需要先了解一下，分别是存储组、测点以及这个相应的这个数据点。其中呢，这个存储组呢，就类似于这个关系型数据库的 database，用来它主要是用来这个组织一大类的数据。存储组呢，可以通过树形的结构定义它这个结构下面具体的设备。不同的设备呢，都具有一些这个相同的属性，从而呢，可以形成这个属性结构的一些中间的节点。每个设备呢，都会有若干个测点，每个测点呢，就都会形成一条时间序列。比如说，在这个图当中呢，燃油车和新能源车，这是两个存储组。在燃油车这个存储组里面啊，有一个设备叫做 VIN1，然后这个一这个设备呢，它有两个测点，一个是速度，一个是油量。然后这个速度，它的这个时间和对应的数据点呢，就形成了一条这个时间序列。那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树形的这个数据模型。这样的数据模型有什么好处呢？首先呢，它其实是可以这个支持非常海量的测点的管理，因为在实际的这个应用场景当中呢，时序数据通常这个序列呢都是非常大的。比如说呢，这个一个大型的这个发电机组呢，就可以达到这个数万条的时间序列。再比如说这个一架飞机呢，它所形成的时间数据时序数据呢，就可能会达到这个8万个时间序列。IoTDB 的这种数据模型的管理方法呢，能够让这个 IoTDB 支持海量测点的管理，这也是它的一个优势。同时呢，这种数据模型可以让它支持这个边缘设备的迭代更新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这个自动创建云数据的场景下呢，这个 IoTDB 能够节省大量的这个运维的工作量，能够更低成本的去应对工业场景多设备的这个复杂数据资产的管理。再者呢，其实这个 IoTDB 的这个数据模型也
非常友好的去兼容当前很多这个时域数据，也就是说，这个当前一些时域数据库的这个数据模型能够非常方便的去转化为 IoTDB 的这个模型，比如说 InfraDB 的模型里面，这个在进行这个元数据转化的时候，tag 通常就会转化成 IoTDB 里面这个元数据树上的一些中间节点，field 的这些测点列也都会转化成 IoTDB 这个树形模型上的叶子节点。从而进行一个非常方便的一样这种元数据的这个转化，在 IoTDB 里面呢，它底层的存储引擎呢，使用的是一个我们叫做 TLSM 这样的一个模型。那它其实是这个基本思想是这个 LSM tree 这样的一个思想。我们把它划分为乱序空间和顺序空间两大部分。然后呢，乱序空间和顺序空间的文件呢，按照 LSM 的这个模型进行文件合并。同时呢，在最后呢，我们也会进行一个跨空间的这个数据文件的合并，从而呢支持这个数据的一个乱序写入。这也是 IoTDB 的一个比较大的优势。好，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这个 IoTDB。它底层使用的这个 TSFile 文件格式，因为在刚才的这个存储引擎的模型介绍中呢，所采用的这个 LSM 这样的一个数据模型呢，它其实底层就要形成一个一个的文件。那么在 IoTDB 当中呢，我们就去使用 TSFile 这样的文件格式来对这些文件进行一个编码整理。也就是说，这个在这个 IoTDB 的 LSM 模型当中呢，底层的每一个文件都是一个 TSFile。TSFile 呢，它是一种针对时序数据优化的文件格式，它使用列式存储，并按照不同的层级呢对数据进行这个索引的建立。它具有非常高的数据写入以及压缩的性能，能够非常友好的支持这个数据过滤以及聚合查询。它是一个非常适合这个时序数据这个引擎所采用的一种文件格式。它与其他的一些这个列式存储的文件格式相比呢，它有这样的一些特点，比如说，TSFile 它具有这个时序语义，同时呢，它针对这个时间列在进行存储的时候进行了这个特殊的编码优化，而且呢，它有这个设备级的索引，在数据存储的时候呢，能够尽可能的去减少无用数据、冗余数据的存储，从而呢，达到一个快速查询的这样一个目的。在这样的一个数据写入的架构下呢，IoTDB 的存储引擎呢就可以支持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采样频率了。比如说呢，在这个核电监控这样的一个数据场景下，Apache IoTDB 呢就可以非常轻松的支持25000赫兹的采样频率。而如果说我们使用传统的一些关系型数据库来进行此类数据存储的话呢，这个运维成本和存储难度就会非常的高。同时，在这样的一个数据存储引擎下呢，Apache IoTDB 呢，它其实是可以支持这个乱序的数据写入。同时呢，也就是说，用户在将数据写入到 Apache 的 IoTDB 里面的时候呢，它可以不用在客户端保证数据的顺序，可以这个不按照数据的产生时间来进行数据的发送，因为在实际场景当中呢，工业这个工业环境的网络呢，通常有的时候会有可能会出现一些不稳定的情况这个先生成的点呢，有可能会在后面才会到达这个数据库这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IoTDB 也是能够提供这样的这个乱序写入支持的，能够减少这个用户使用的这个复杂程度。在这个数据删除方面呢，Apache IoTDB 可以支持两种数据删除的方式。第一种呢，就是一个手动的删除，可以这个指定任意的时间范围和序列，将这个序列当中的数据进行删除。这个删除操作呢，在 IoTDB 里面执行也是效率非常高的。它是一个这种异步删除，通过打 tag，然后后台执行方式来进行的。同时呢，这个也可以通过第二种方式来进行这个数据的清理，那就是这个 TTL，也就是说这个可以自动进行这个过期数，用户可以通过设置 TTL 来进行自动数据的这个过期的清理。
可以设置数据的保留时间，如果超过了这个时间呢，这个过期数据就会被自动删掉。好，介绍完这个查询那个写入数据写入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IoTDB 它的查询方面的一些特性。首先呢，就是 IoTDB 它具有非常丰富的查询功能，它使用了一种类 SQL 的查询语法，来支持多种多样的查询。比如说呢，可以按照设备对齐查询，按照时间对齐查询，源数据逐点过滤，然后呢，按照设备聚合，按照时间聚合等等。查询功能是非常丰富的，同时呢，为了这个满足多种这个不同的使用场景，IoTDB 呢也提供了多种的查询视图，包括这个宽表视图，就是普通的把所有的设备都列出来，还有这个设备视图、设备表视图，就是按照设备来进行数据的展示，然后以及这个测点视图。这样的话，能够增加它的这个不同的这个应对不同的场景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同时呢，这个它的查询功能呢也是非常丰富的，它可以满足这个时标对齐的需求，能够支持时间序列数据按照时间对齐，同时呢还可以进行这个在查询的时候进行峰值的填充。在多种查询的基础上呢，Apache IoTDB 还提供了更高级的数据处理方式，就是 UDF。用户可以通过 UDF 呢进行这个自行的开发、创建、自定义的函数，通过这样的方法来满足一些定制化的计算需求。目前呢，这个 IoTDB 里面已经内置了11类的 UDF 库，一共有75个函数，这个还是非常丰富的。另一方面呢，用户还可以在这个 Apache IoTDB 里面自定义触发器，从而完成一些比如说告警啊、数据清洗啊、数据转发这样的一个功能。比如说，用户创建了这个许多这个时间序列，同时呢，每个序列都在进行数据写入，其中有一个序列呢，他想对它进行一个特殊的监控，比如说，这个如果说这个序列是温度。用户如果说监控到这个温度超过100摄氏度的时候呢，它就进行一个报警操作。那这个时候，这个用户就可以设定触发器来完成这样的功能。同时这个 IoTDB 支持这个物化视图，提供 Select Into 这样类似的功能。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用户可以通过 Select Into 这样的语法呢，将它已经写入数据库的数据进行一个查询，而且呢，将这个查询结果直接再写回这个对应的数据集。那通过这样的操作呢，能够避免对原始数据的这个读取以及这个对原始数据的这种重复计算。就这种方式能够非常高效的进行这个数据的就是新增数据列的计算。能够这个提升用户的这个体验，减少这个用户的这个使用难度。对于这种固定时间窗口的以及需要连续多次查询的这种聚合任务呢，用户可以创建这个连续查询，从而这个避免人工手动重复，这个执行这个固定的查询任务。同时呢，这种连续查询呢，可以帮助用户自动化的生成这个所需要的内容，加速这个查询。好，介绍完这个 IoTDB 它的这个存储和查询方面的特性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当前 Apache IoTDB 它与这个当前生态的一些集成。首先呢，这个Apache IoTDB 呢，它是兼容 MQTT 这种物联网传输协议的，并且呢，目前 IoTDB 与许多这个大数据平台也都进行了一个集成，比如说与这个消息队列 Kafka 这样的一个集成，IoTDB 可以从 Kafka 当中呢进行这个数据消费，然后把消费到的数据呢写入到自己的这个DB 里面进行一个存储和管理，同时呢，也提供了这个 Flink 的这种 Sync 功能，也就是说，如果你在做一个流式处理计算的框架使用 Flink，然后最终这个流式处理计算的结果想导出，或者是用一个实时数据库来管理，那么我们可以很方便的将它写入到 IoTDB 里面，这都是非常
方便快捷使用的。同时呢，这个在使用 IoTDB 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可以这个进行对它进行一个可视化的监控。比如说，当前 IoTDB 就与这个 Prometheus 还有这种 Grafana，当前非常流行的一些可视化监控的组件进行了一个非常友好的集成。我们可以在通过 Grafana 的这个 dashboard 来看到，IoTDB 在运行过程当中呢，它的一些各种性能指标，从而呢，这个减少这个运维人员的工作强度以及问题定位的难度，这些都是可以的。好，所以总结来说呢，Apache IoTDB 呢具有以下八大优势。首先，它具有这个非常开放的这个系统架构，能够这个降低系统的复杂度，然后呢，同时呢，让这个查询啊、分析啊都能够更加的容易。其次呢，它具有这个轻量化部署的特性，也就是说，在云侧、边缘侧都是可以开箱即用的，这个一键部署，运维还是相对来说是非常的方便的。当然前面我们也提到了，它具有非常这个丰富的这个生态集成，与这个当前的大数据平台啊等等啊都具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兼容与集成。当然，从它本身来讲，它就具有非常好的一些存储查询的特性，比如说能够进行高压缩比的数据存储，能够进行低延迟的查询，这个数据处理功能能够非常的丰富，提供非常丰富的查询语法以及查询功能，这些都是这个 IoTDB 它的优势。所以呢，我们也想给大家这个介绍一下这个 IoTDB 它在这个写入与查询方面的一些性能对比。比如说，在这页 PPT 所列的这个场景当中呢，我们对 IoTDB 的这个写入性能与一些相关的当前一些实际数据库也做了一些对比。我们可以发现，IoTDB 呢，它的这个写入延迟还是比较低的，写入吞吐量呢和写入并发写入的能力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的。比如说 IoTDB 它的写入性能还是非常不错的。那在查询性能方面呢？还是这个类似的一个这个测试场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IoTDB 它在原始数据查询以及聚合查询当中呢，都是具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查询性能的，啊，比如说它在这个尤其在大数据量的情况下，它的这个查询延迟呢都是比较低的。好，那下面我们来着重介绍一下这个 Apache IoTDB 它当前的这个应用情况，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社区的情况。Apache IoTDB 呢，已经建成了一个非常活跃的开发者社区，它的项目活跃度呢，在2021年的 Apache 全球排名当中呢，在351个项目当中排名第七。然后呢，当前呢，我们已经具有来自全球很多国家地区的170多个代码贡献者，每个月的这个项目月下载量超过了1万次，也就是说社区的活跃度还是非常高的。同时呢，Apache IoTDB 在很多领域也都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应用，比如说在这个轨道交通领域，通过使用 Apache IoTDB 呢，存储车辆的监控数据，能够实现对车辆惯性故障、突发故障等这种分析的统计和趋势化的分析功能，从而保证车辆。这个为车辆这个提供准确的决策支持，在这个电力应用方面呢，许多企业呢都基于 Apache IoTDB 构建了新能源的时序数据应用系统，从而减少了大量的运维成本。IoTDB 呢以其这个非常优异的性能和易用性，那个充分满足了一些很多企业的这个系统的需求。在这个气象方面呢，这个 Apache IoTDB 呢也得到了一个非常广泛好以及非常好的这个应用，它为这个新一代的这个气象预报专业产品呢，提供了这个实时的数据展示与分析能力。在实况数据的处理上呢，它跟上一代这个气象系统这个相比呢，它提升了这个数倍的性能，而且呢，它支持更长时间的这个实况数据的存储与访问啊，这为气象这个观测和气象系统的这个运维都提供了非常好的这个基础设施的支持。在互联网应用方面呢
Apache IoTDB 项目呢，充分发挥开源项目的优势。它与这个在这个新能源啊、智能制造啊、化工啊等互联网行业领域啊，都提供了业界领先的这个边缘端引擎，并且呢，当前 IoTDB 也与云厂商进行联合，从而打造一个面向物联网场景的这个完整的云边一体化的解决方案。也就是说，其实 IoTDB 它的当前的应用也是非常的广泛的。好，以上就是我想给大家分享的这个工业物联网十一数据库 IoTDB 的一些相关介绍。好，谢谢大家。